这一次是台湾这个第三波民主改革的过程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啊。那目前我们看到一个双少数的执政党，就是一方面在总统大选，一方面在国会，都是少数的民进党。那民进党的赖清德主席又当选下一届的总统，他应该要有这个智慧，要有这样的决心，绝对在这接下来院长、副院长的投票当中，民进党一定要清清白白。我们在投票之后当天，我跟韩国瑜市长，未来我们的韩国瑜院长就已经谈得非常清楚。我们国民党第一个，我们对于这一场立法院院长、副院长的选举，我们会非常清清白白、实实在在的团结我们所有党内跟党团的同志。